We used to see people line up for the latest food crazes, but these days people are lining up for face masks. Now recently, President Tsai Ing-wen visited a pharmacy to take an inside look.交给我们健保卡之后呢，我们邮VPN的这个界面哈，我们会去签做资格的审核。那程式真的写得很好啊，很人性化，所以还蛮直觉性的。当审核了这一个资格，他的身份证的末码是不是符合领取的条件之后呢，那他会自动设定片数。所以设定片数之后，我们只要按购买，那他只要确定购买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他怎么？他会帮你确认说他7天之内有没有来重复买？ 会，如果说呢，他今天7天之内呢，他有来重复购买的话，他到时候他会跳出一个警示框，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位先生或小姐，他可能在几号的时候，他在哪个地方，他会在这个地方，他都会秀出来几号什么时间，对，对，那他因为都有做好配发给我们，那我们消毒完之后，我们就是一个信封袋，开始1人3片，然后3片把它放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来点。 还是要休息啊，只是他们任务接到的时候，他们。我看网友大部分都是叫你们去睡觉。我们部长。而且排队，我就负责在外面这样子，叫他们不要那么早来排队。从2个多小时，现在加费量以后，我就叫不要那么早。现在大概小时前才开始排队。这是在台北一个蛮温馨社区哦。这一阵子要是辛苦了，这个算是做社会公益。 Now, the process of getting a face mask is going to get a lot easier very soon.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testing an online version that will save you the wait.